神奇的步伐、漂亮的反击、灵活的闪躲，靠着这几项高超的技术，让他被称作 Shadow。 没错，今天我们讲的不是 UFC， 而是要来介绍这位台湾的职业选手，影子吴仲凯。相信大家在见人盖伊的影片里有看到吴仲凯跟他对练的画面。这场被人称作 Level 10的坦克 VS Level 99的刺客，这个比喻真的非常贴切。在这场三回合六分钟的练习画面里，吴仲凯就充分地展现他高超的闪躲技巧跟距离的控制。吴仲凯现年25岁，身高163公分，1995年7月3号出生于美国圣荷西，在 Guerrilla Jiu-Jitsu 以及 Omni Movement 学习格斗。目前战绩业余赛综合格斗3胜1败，泰拳5胜0败，职业赛综合格斗6胜2败。吴仲凯几乎长时间在美国，国小3年级到5年级有回来台湾读书，大学时期没有参加任何社团，只有读一年的他发现自己不太适合读书，对格斗比较有兴趣，所以就休学了。但回忆起以前喜欢打篮球，但体能和身材都不及美国人，成为被嘲笑的对象，加上华人在学校很常被歧视，会被同学欺负。有一次有人拿篮球砸我，我也反击，最后被一群人围殴，告诉家人也束手无策，因此决定练武术，除了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。刚开始是跟他的姐夫学柔术，后来越学越有兴趣，开始学习泰拳，最后发展到 MMA。 这几年台湾最大的格斗赛事 WOTD 职业争霸赛，他都以台湾的选手身份站上擂台。2018年以背后裸脚击败了来自日本的田代优生。2019年1月以分数胜出击败了菲律宾的 Roberto Madala。2019年8月以领带锁击败了菲律宾的 Jason Vergara， 当时这招震撼了全场，因为很少可以在实际比赛上看到有人以这招取胜。2020年1月以分数取胜击败了韩国的 Sung Min Kim。 但是网友可能会好奇的一些问题，我将它整理了一下，询问吴仲凯本人，接下来将向各位讲解。问题一，请问李玉生选手跟您是师徒关系吗？大家如果知道馆长，想必会注意到他旗下的这位选手李玉生，总是在场上以柔术快速碾压对手，偶尔会出现在吴仲凯的练习影片里，就有人好奇他与吴仲凯的关系。吴仲凯说道：一开始我在台湾训练，有碰到一两次，有一起训练一下，后来我发现他蛮厉害的，就找他一起训练，也称不上师徒关系，就是我们的风格很像，一起练可以进步，我也可以教他一些技术，后来才慢慢变成训练伙伴。问题二，请问您通常是比赛才会回来台湾吗？吴仲凯回答：没有，我从小就会常回来台湾，每年回来2次左右，一次大概都待90天到120天。问题三，可以简单叙述一下您认为台湾的选手缺少的是什么吗？吴仲凯回答：我觉得台湾选手缺少的是比赛经验不够多，训练方式还是跟国外的选手比起来有些落后。问题四，请问您认为国外的格斗界跟台湾的格斗界相比，有什么样的地方是不一样的？吴仲凯说：台湾的选手比较谦虚，态度也比较有运动家精神，美国可能就比较冲比较拽，这可能就是文化上不一样。台湾比较尊重，美国的想法就是比谁最厉害，讲话就可以最大声。问题五，请问您对于自己哪一场比赛最印象深刻？吴仲凯说：我第一次在台湾的职业赛，我想证明自己当得了职业选手，因为在我爸爸妈妈的家乡赢了真的非常开心，台湾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我能够证明自己也做得到。最后一个问题，
请问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台湾的格斗选手说？吴仲凯说，大家不能只光自己练习，也要一起努力，在网络上多推广 MMA， 也要多提拔优秀选手，让台湾能再团结一点，让更多台湾的人看到综合格斗，大家一起朝向世界级舞台迈进。吴仲凯虽然年纪很轻，但实力强大，为人低调谦虚，可以说是台湾格斗选手的模范，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对象。题外话，其实我本来有做一部完整的夜魔输掉那一场 UFC 249的影片，但是真的不能理解为何又因为版权问题直接被删除，即使下方有标签出处，但还是没用。不过我也有做几场也是完整比赛解析，可是就没事，完全无法理解官方是怎么去定那个标准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再次感谢吴仲凯选手愿意接受我提出的一些问题，让我能够成功做出这支影片。我是宇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